你干嘛嘛？我干嘛开玩笑的？哎呦，就让你想让你吃一下醋行吗？那真吃醋了怎么办嘛？你又不负责任，是吧？不会呀。所以说的，我也是有血有肉的男人，也要七情六欲，好不好？喂，澳门兄弟回去了吗？那不是你兄弟啊。回去了，什么时候回去了？我操，怎么样嘛？开不开心嘛？来成都玩的？那行了，好，不说了，拜拜。他来找我玩，但是我时间有限，我就让这个兄弟一直陪着他的。就你那个地点？地点不是地点。他说是罗宾，罗宾，罗宾。罗宾是我朋友啊。那就不是，那是阿胜，你看到的是阿胜，就两边染的黄色的，对吧？那是阿胜。他傻逼在那里被我骂了一顿，他是好不容易把腹肌练出来，到处秀，知道吧？搞了点胸。我走到厕所，他就问我加微信，我当时进来，我说不，你以为他是男模是吧？对，我就走了。怕加了微信的话，给台费。结果。你让我去尼卡，我一去就看到是他，傻眼了。然后我还把他认识了你，好尴尬。我不会去找你要微信，这是我认识你的吧？是哪个月那天你找我加的？我那天他妈喝多了，那天断片了。所以清醒的时候不会，喝多了就会。清醒的话就不会只加微信了，知道吧？可能就把你带走了，还加个微信。我喝醉了才带。那天我没有带走你吗？我没有提这件事情吗？提了。你怎么说的？真的提了是吧？你怎么说的？真的提了。你怎么说的？你知道你怎么说的吗？我怎么说的？你说是我怎么样才能睡到你？哦，你说我可以睡你吗？好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不会问，我不会问怎么才能睡到你，这种傻逼问题我不会问。你问的是我可以睡你吗？你怎么说的？你说今天来大姨妈了，不太方便。我说那就下次先请你吃个日料，我们再说下面的事情。我跟你在想你在说啥，然后你女朋友就来了。真的吗？然后他没有对你动手？没有，第一次的时候，第一次你把我拦着，怎么过你把我拦着，我喝了一杯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你搂着我，然后你女朋友过来把我拉开，然后就问你干嘛？哦、我走了呀，他问你你干嘛？好吧。没有打我。打我？你不是亲另外一个女的去了吗？就是应该是那个时候打了，因为我是被打了过后很生气才到处去亲别人的。哦，意思他，你看你搂着我，他打就。对，应该是看到我搂着你打的。他可能。因为是这样子的。他打那个女的应该是之后的哪个女的？那女的没还手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后面问我朋友，我说我脸上怎么回事？他说看到你搂到一个人说话，然后呢就过来打你。那他是一直在 PH 吗？怎么突然来了？他突然来找我啊。他怎么知道你在哪？因为他经常去 PH 玩，我那个时候。我那个卡前面、左边、右边都是他朋友，所以你俩就在那认识的。对，我是9月份在 PH 认识的他，然后认识他的第二天，我就因为酒驾被抓进去了，又被抓，关了一个月，又被抓。什么叫又被抓？就也没有被抓多少次，那个是我真的是不小心嘛，我。查酒驾把我查到有什么办法？很久都不能开车。5年啊，我车都卖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被抓进去了。被抓进去过后呢，出来就把他给忘了。然后呢，忘了过后呢，1月份的时候，然后呢又在 PH 又碰到他了。但是我没把他认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短头发。我对这个就是对他非常有印象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一个很好的兄弟。当天晚上是我俩同时认识的，她和她闺蜜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一直说她很漂亮，就说了他妈几个月，
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很有印象，但是我不知道谁是谁。然后到了1月4号我还记得到，就又去 PH 玩，然后呢他在我朋友的卡上，我一眼就看到，我说那我操，那两个女的可以啊，我就跑过去搭讪，我说哎那个加个微信，他说你有微信，我说不可能，我说你是谁啊，然后他就拿手机，他说这个 K 是不是你嘛，我就拿手机，我就给我自己发个信息嘛，我看是他，我一下当时我没有表现的出来很惊讶嘛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说操，这个就是那个传说很漂亮的女生吗，才这样子的。然后当天晚上因为我在我的卡，然后呢他在他朋友的卡，然后你干嘛，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没有干嘛，第二天就给他发信息问他要不要一起出来吃饭，然后呢就带他来这里吃了饭，吃了饭我们就去掏，去了掏，我就把那个说他长得很漂亮那个兄弟叫来了，然后呢他又把他闺蜜叫来了，因为他闺蜜长得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又去了 playhouse， 去了 playhouse 我又觉得这个女生很适合谈恋爱，我就发了朋友圈，我就说我谈恋爱了，就我那时候就只跟她牵了个手，我就说我谈恋爱了，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呢单身的时候就看得非常浪漫，就没有女人会相信你会突然在你这里有还有3000多，你谈恋爱也浪吗？没有，谈恋爱真的很好的。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跟他分手的，然后没有人看到我朋友圈，就是发过这些东西，然后他就很感动，然后就当天晚上就没回去，就跟你睡了。那不然呢？什么意思？跟我睡好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看到底有多漂亮吗？蕾蕾吗？你没见过蕾蕾吗？你那天不是看到她了吗？你要跟我推了，推开我就走了。哦，我在那待着，等着挨打。不行，不是搂着人说话的不行吗？搂着人说话的不行吗？不是，他觉得我搂着别人说话就是对别人有兴趣。干嘛？你欣赏的点跟我欣赏点不一样啊，就别人就是很干干净净的一个女孩子，就很自然啊，因为那种我不自然，不是因为你，我知道你说的那种类型的女生，我他妈的3年前起码认识了2000个，对，就是很就比较普通，但比较清纯，没有普通啊，别人真的很漂亮啊，没有普通啊，我知道你喜欢哪种，哎呀，你就喜欢那种网红脸，不，我喜欢长得很肌肉，我喜欢很有气质，我不喜欢网红脸，我喜欢很气质的那种，长相很大气的那种，我就喜欢那种有气质的，很大气的那种。我给你看这组，我姑娘漂亮。看你的审美，因为女生的审美和男生审美不一样。你妈，你喜欢这种啊？我操，这个不是我炮友吗？第二锅，东北的，沈阳的，锤子炮友的。我操，老子马上把我微信点开给你看一下。他沈阳的。我知道呀。我操，我很。我操，你的欣赏水平也太那个了吧？很喜欢的你，你跟我说是你炮友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我炮友全长这个样子？我喜欢这种，又是你炮友？不是，这个就是他妈的炮友脸啊！你啥审美啊？什么叫炮友脸？就很有气质啊！我就很喜欢这种有气质的呀。有气质？有啊，很有气质啊。这脸很假。对，但我很多朋友，我所有朋友，我说我很喜欢这种长相，他们都说假，他们都说很假。不，男生和女生审美不一样，你喜欢这种女生你肯定就欣赏不了蕾蕾。那你喜欢欣赏到蕾蕾你就欣赏不了我。没有啊，
哦，这个女生她长得像我另外一个炮友，我给你看我另外一个炮友吗？想要长着你另外一个炮友。是不是长得像？哪儿像啊？不像吗？像。我觉得这风格都一样了。这不是他妈的一个人吗？你妈的，你看一下，这不是一样？这个是网红脸，这个不是。这个不是他妈的，你看一下，你妈的，这不是他妈的一个风格吗？你别激动，你那么手机，你那么微信里，不是，你微信里是不是一半都是你炮友？不是，我微信里面2000个女生都长这个样子。2000多个女生除了我都是你炮友是吧？身体没有这么好。不，你看嘛。啊，这个太网红脸了，这个。别在这装了，我操！我他妈上妆？你喝的妈的芒果汁你都晕？有一瓶威士忌。不给，这没有威士忌啊！他妈日本清酒酒吧喝啥威士忌啊？你不是说我喝那个吗？啊？我都喝完了，你赶紧干了吧。你还干嘛？在这喝还是去其他地方？你要去哪？我去 DNA。我今天就穿的不配呗。不是，我以为你要去找你男朋友。去啊！找男朋友不行吗？一会儿去。打完炮再去是吧？服务员。现在去是不是？贵贵的话你买。先聊。买单？不用你买。开玩笑了我。国外很便宜。我都没有点贵的。对啊，你不迟到，说不定点这样点贵的。先看一下我是哪部车。OK， 你摔就是。笑死我了。我真的以为你要去找你男朋友，没有多少钱，500块而已。没有赚钻钻会啊？你知道钻钻会吗？拽拽会。拽拽会。嗯。我知道吃中餐的嘛。嗯，啊，吃中餐的啊？原来我们的食堂啊，那个很贵吗？那个很便宜，钻钻会。两个人吃520。你点啥？520是吧？真的，我们俩吃了520。点了个甲鱼还是怎么样的？没有。走吧，陪你去买烟弹，在对面。关门了，烟弹。没有关门，我找到那个地方肯定有，你放心。放心，我不会拖的。这个是鸡腿肠中还是鸡腿肉？起得不来。中间夹。嚯，啥意思？在你心中我就是个胖子呗。我发现我们好多共同好友啊。你太渣了。啥玩意儿？因为我认识的那些都是些渣男。不是，哎，不，是销售。啊，那这么高呢？不是啥意思？你自己矮就自己矮吧，跟我高不高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声点嘛。
哎呀，你矮这件事情我上次就知道了，我也嫌弃你了，好吗？对啊，我还一下充电宝。哇，你的腿好漂亮啊！腿很直的。对，很细，我喜欢细腿。很直，但是我因为瘦，膝盖骨就里前面看不直，后面很直。对，从后面看腿很漂亮。腿呢？拿一下。所以说有渣的资本是吧？拿手机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让我拿包呢，来吧。